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礼佛三问讯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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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南无阿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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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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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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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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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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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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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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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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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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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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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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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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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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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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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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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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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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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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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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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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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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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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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
陀佛，南无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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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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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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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。
那么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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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阿弥陀佛。那么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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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阿弥陀佛。那么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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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阿弥陀佛。那么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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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阿弥陀佛。那么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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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阿弥陀佛。那么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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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阿弥陀佛。那么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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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阿弥陀佛。那么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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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阿弥陀佛。那么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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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阿弥陀佛。那么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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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阿弥陀佛。那么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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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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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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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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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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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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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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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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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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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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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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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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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
阿弥陀佛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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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
陀佛，南无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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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。
弥陀佛，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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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。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平等施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有一位莲友啊，叫佛祥居士，他皈依了，我们给他皈依号呢叫做佛祥，但是佛祥一辈子呢都没有上过学，也不认识字，甚至自己的名字啊都不会写。他自从接触到啊我们善导大师净土宗，那这位啊佛祥啊老妈妈就开始呢专修念佛了。他早晚呢就专念这句啊南无阿弥陀佛。由于老妈妈年纪呢比较大，也不会看书啊，所以女儿呢每次啊都是自己读书啊给佛祥老妈妈听，把我们的念佛感应录，就是我们流通的念佛故事书，把里面啊好懂啊浅白的故事啊就读给妈妈听。那有一次女儿还是一样啊读故事呢给妈妈，但是呢读到一半啊妈妈就说这一篇啊我已经知道了。过后呢还没有啊等到这个女儿呢读完，老妈妈呢就把后面的故事啊都讲了出来。女儿本来以为说呢她自己记错啊，就以为说这篇已经讲过了嘛，她忘记了，所以呢还有选出啊另外一篇。但是老妈妈说呢那篇我也知道了。过后连续好几篇呢都是。女儿呢就感到呢很奇怪。她就说妈妈我都应该没有读过这些才对呀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没有想到啊老妈妈就讲，我当然知道啊，因为你这一本书啊我已经读完了。各位啊你们没有听错啊，她说我读完了。女儿当时听到啊感到很惊讶，她说妈妈你不是说你不认识字吗？你怎么会看得懂这些书呢？老妈妈就讲啊现在呢不一样了，然后现在啊能够认识字了，除了这一本啊念佛感应录啊，我也看过呢念佛放光等等好几本书。哦，这个女儿呢更是吓到了，因为老妈妈呢当时呢已经68岁了，一辈子呢不认识字，连自己的名字都看不懂的老人家，现在啊竟然呢能够啊一本书接着一本书呢来读。为什么呢会这样？如果说要讲原因，
就是天清菩萨所讲的，就是无垢光严是啊，明净耀世间，是阿弥陀佛佛光摄受的原因，宗净无明啊，光为佛事。念佛人呢，被佛光摄受，无明消，智慧长。像这位老妈妈呢，还能够从啊不认识字啊变得呢认识字。各位你要知道，中文字啊是全世界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啊，外国人学的时候啊都学到啊头昏脑胀的。但是呢，老妈妈这样念佛几年啊，不用学，她自然就看得懂了。那你这个能够解释得了吗？古时候啊，这样子的例子啊很多。你看有些傻傻的念佛以后啊，一些寄语还会讲法的都有，甚至有些啊头脑啊被烧到啊变白痴了，念佛变正常的我都有听过，这就是念佛的不可思议。因为念佛人啊自然呢就阿弥陀佛的佛光摄受，当然呢就有这样子的这个好处。所以世间人说老人家要多打麻将啊，老人家打麻将好啊，但是各位啊，世间的东西啊是有一好啊没有二好的。你说老人家打麻将可以让这个脑袋啊转得很好，但是这是有副作用的。因为打麻将啊打多了，虽然说呢你头脑啊转得很多，但是啊你可能啊会得到心脏病，会得到高血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打麻将啊打得太过的刺激啊，尤其赌钱的，心脏病高血压通通呢可能都来了，甚至呢为了这个输赢啊脾气呢还会不好，整天吵架的都有。所以世间的东西啊是一好没有二好的，要没有副作用还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呢最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仰靠阿弥陀佛愿力，人人念佛，人人往生，人人成佛。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，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、持久、深远的宗派，至今已如海纳百川，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。